协商田岛、任岛、徐岛、龟岛、修罗岛，这是咱们刘岛论会。刘岛论会，银锅啊，啊，你们这都能买完，这都可以啊。因为咱的一张景是曾一兴大法师住的，还有咱的大漠主持他们所传授的，所以这叫佛门的一个章法。我上一次开篇头一节课，我都把那个口诀都跟他说了。佛门章法妙无穷，天地都在一章中，十干六家寨，十二地之灵，金木水火土，八卦如九宫，一章画着千只章，千章带着千眼睛，观山山能走，观地地能行，观水水成冰，观火火熄灭，观病病随好，观魔影无踪。你想想多厉害，万物我掌管，天地任我行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南无阿弥陀佛念真经。这是咱们一章经口诀，这也是少林寺我那个老恩师德昌法师传授的佛门九宫章里的格局，用到一起效果非常好。这是第二次往下传承投入这个口诀，所以来说呢，它分六道。这是啥道啊？看看自己的本啊。这一个，修罗道，我原来都记得一句话，归道，归道生人性太灵，未成居易自显能。这就是咱的小孩们教老师们教他写作业，好了听，学会了没有？别坑了，别坑了，我早都会了。未成居易自显能，这里头的形你看见了没有？一个这个形，一个这个形，一个这一道，这三道是比较好的。这三道是比较好的，这也可以查到你们从哪一道转世过来的。从那么咱有大运六年四柱往上翻，你看这个这个这个，这就代表着六个比较不好的道派道门，这个必须得记住理解都行了。这是修为慈心三目的，我在九华山，不是九华山，普陀山，我把它给大家讲过，小西天有的都上过。它那个墙上有一面，那一面墙上有五个字，叫什么呢？叫慈眼视众生。也就是说呢，佛道菩萨的眼光就是啥呢？用慈善的眼光去看待众生。我考虑半天又对了五个字，叫什么呀？善心待万物。咱作为一个凡人，要作为一个善心去对待任何一件事啊。过去为什么叫啥呀？扫地恐伤，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蟑螂。有点说的
咱做不到那个嘛，咱最起码不踩死他就行了啊，咱们这个，所以咱几个必须得记住。这个我都不多讲了啊，这是这一个记好就行了。我们的手掌上都有，看好都亮的呀，是啥的呀？对冲的关系。注意看看这儿，咱这一张纸，凡是啊。出现我打对号的这几个星都是干啥的呀，还再给他写一遍啊，利于工作事业婚姻财运子息合作迁移调动出现这几个星，无外乎就是这么多事，调动都知道有紧急升迁的啊，有跨行业的，有跨地区的等等。小上面咋办呢？小上面是利于学业，车病呢是利于治疗，这都是几个好心。利于治疗，先把大纲给讲一遍。凡是这几个星能组合在一个命局中呢，就属于啥命啊？上上的命。上上的命。还有人说了，马老师，我都是俺家谁谁谁都是这几个组合呀，按说不是该好的，结果呢谁知道他一组合组成啥了，对吧？组合上这是事啊，还有一个啥吧，还有一个印，他们组合到印叫啥呀？贵，这么是啥呀？福问三，这是不是四个最好的星啊？组合到一起了，命局中反而是多迁移、多波折、多劳碌，工作单位挺好的，工作也很挺有能力的，也有一官半职，但是往往达不到他自己的升迁的目的。啥意思？八字组合又冲又行了，这些都是我下面要讲的无形的生克之法，无形的生克之法。子息是啥意思？子息就是子女的意思，我好说天灵进口，天人进口，这叫天灵啊，它都是子女的意思啊。
最起码大家知道这几个行星都是比较好的。再说稍坏一点的，我记得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一遍了，咱一会儿到咱好看的电子版啊。它是啥呢？是一种修正生息的阶段。你看尖代表了啥呀？代表了思考，代表着谋略。翼呢代表了行动，兽呢代表着人和，代表着稳当，代表的稳重啊。它这个叫个啥呢？它是一个缓和、缓冲的一个阶段，缓冲的一个阶段。它如果跟吉星组合在一起，跟吉星组合在一起。刚才写的不是个上上等了吗？这都是上中等的。他如果这几个组合在一起，叫啥名字呀？叫中等命。就咱一张经的分号这个虫子，他们组合在一起叫中等命。如果他们要是跟这几个我画圈的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中下等命；与凶星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中下等。中下等命。如果凶星跟凶星相组合，就是下下等命。这是一张经。论命的六个层次，
分上上灯、上中灯、中灯、中下灯、下下灯。刚才说了，他的烟不很得劲。往前坐，坐到那儿。这些都记清了吧？下面看一下这个电子版里的，于占明看病，我原来跟他讲过，害怕的就是男是女逆的，长得能治人鬼见。此书得四宫观命法，只以十宫为主，十宫即这一生吉庆，官禄荣华，逢忧转喜，灾化吉祥。十宫凶则一生曲折，凶灾官灾疾病。取年宫月宫日宫可做十宫的辅助，如逢时机日机而年月凶者，乃为丧等命人。把这一段抄下来，写成一行。来，先把重点找着，一看那个八字。有上等命、中等命、下等命，然后再细分一下。每一种命里头分两种，也可以分三种，分的最多一点的。抄到官禄这儿不用抄啊，事业等等那儿就行了啊。抄到上等命人，都不用官禄这儿都不用抄了，对吧？有，有叫他们查查，不是那个能够记忆正常吗？在书上的第几页呢？第九页。第九页的可以接着书看啊，书上的第九页。那得看这个书就是第九页。这一节课把这个上中下三等命讲了，有机会都开始讲刑冲合害。
念路。路口。他这个婚姻宫写的有点小啊。这地方书上都没有了，就等把这都一样，一会儿再写诗，先把这个抄下来。日柱就是当代近期的啊，本人配本人及配偶献祭寻墓。直接写个下肢啊，下肢就代表着脚了，从八步以下，就是个四四柱。小辈儿，小辈儿，小辈儿的小辈人啊。乡村下肢。简单的讲解一下，这个天贵星代表着贵人星，贵人星，凡是流年大运遇到此星，表示有工作环境变动、晋级升迁，小孩们有贵人的帮助，包括大人也是有贵人的帮助，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它还属于桃花星之一。适合定亲、婚庆、天人进口，这就是贵星。走到天恶星的时候，恶星是个啥星呢？是一个疾病星。疾病星容易处理不好，
前金主守主怀才不遇，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，我这是个老牛精神。天权星顾名思义掌握大权，张公子晋级，张公子晋级提干入党当县令，有权力有权威，也是一个很高傲的一个星。天破星，说是天破星，我老是把它形容下来，这个为人比较大方，理财没有计划性，投资容易盲目，那这是个天破星，容易盲目，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，都在这个星里头了。它也属于桃花星之一，凡是遇到流年大运遇到这个星，投资容易失利，感情容易失和，住院容易啥呢？容易做手术，破了嘛，把人体给破了。再往下呢，花钱病也没治好，这叫人财两空。奸星，它属于一个八盖星，刚才还没讲完呢啊，这个还没啥，还容易流产。因为它也是个桃花星，咱们说的婚姻容易变裂，容易波折，冲动子女宫的情况下，如果在子女宫情况下还容易流产，如果是他两个组合在一起剖腹产啊，很正常，做手术。奸星代表着华盖星，代表多才多艺，代表着思虑，代表着冒昧，代表着考虑啊，代表着想法比较多。还有一个呢，字面的意思解释，它就是啥意思呢？容易对吧，考虑的太多了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斤斤计较啊。不管是跟男女交往，他的小算盘打得很好，导致呢感情破裂，奸星子太奸了啊。他还有了一个啥呢？容易男女关系不是太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天文星顾名思义，满腹文章锦绣雄啊，就是一个穷秀才，出去也能够得到状元，抱得状元归，就是这一个。这个代表着文章正法，文章正法代表着发表学术论文著作，并不见得非得是大学教授，就是你先你写个报告吧啊，得写个报告写啊，这代表着文章证书证件，也是代表着晋级升迁，学习新的知识，学习新的转行了就学新的技术，代表着学习，也是上电视受表彰的一种，这叫学业型。福星它最大的好处可以不劳而获，福气是最大的，但是呢看见了没有，它也是一个桃花星，凡是咱的好说，就是有的说那富二代败家子那一类的，生在腹中不知福的，容易感情也容易波折啊，他必须得组合好。这个驿马星在咱一张经里头就是一个动星，变动星，劳累星，劳累星，波动星，老徐吧就是踩东墙不西墙，越帮越忙啊，就是这个一直马不停蹄的这种。五行我上一节课也讲了，只有皇帝才成古的孤家寡人，很高傲的一个星子。每个星它本身它有个啥好处呢？它没有好与坏，只是有正负面。它的好处就是有能力，正面信息就是有能力有作为，能够独当一面，心高气傲，这是他的好行，也是他的坏的一方面，太霸道，说了算，一言堂，
容易不合群，容易孤立。楚霸王那叫啥呀？思念楚娥，把他自己给孤立到这儿了，众叛亲离。人性，如果跟八旗楚河像他们这些楚河不好的情况下，我话说会流于黑社会、恶势力。太压太刚，他跟破竹到一起，赌徒基本上可以给他定性。赌徒，好打牌，啊，他跟屠夫是两个概念啊，什么意思？也可以当成破，当下来做手术的医生啊。屠夫啊，杀猪宰羊等等，这个脾气比较暴，比较急，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正直，好打抱不平，三句话说不上来都急了。这也属于一个桃花性，也容易实行家庭暴力，都是这个。并不见得男的适合家庭暴力啊，女士我也见过了，把她按时骂的鼻青脸肿的也有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容易出现家暴，婚姻不很顺。一般情况下，都是容易开刀做手术。在过去来说，在不管是易经的那个八字也好，还有别的，都是三官或者三官配的是印。印必须他还得有人，这都叫有全名，一般都是五指。下面讲这个易，这个易形在古代解释就是手艺人，博学多才的人，生意人，心灵手巧之人，这就是。假如咱的小孩们一看学业不是太好，就我刚说咱们这四个华盖图形们可以叫他走艺术，走艺术，走专业，学业有专攻，就能够得到功名，得到他自己的情况。这个寿星，他属于啥呢？真实思虑比较详细的，比较慢一点的，心地特别善良的，而且非常柔软的，但是行动力比较慢，行动力比较慢，处处与人为善，厚德载物，这是他的好处。为了要不然都没啥长寿了，就是这个都定到寿星上了。这是他的字义的简单的一个解释。这段工作事业财运不都会了？你要问娘，现在都基本上都了解了。这八字一出来，啥样的性格一组合？都可以了，但是呢，它的具体含义，咱书上写的会更详细，书上写的更详细。咱休息两分钟以后，开始讲五行，他们的组合，那就是收获，都是对立的。假如说主生房，要是让位了。他来接班，都这样的考虑啊。主生什么就是给予他能量呢？他是付出，他就是收获得到。自己往自己本上写，开悟开悟，看看能写多少。好几种情况是吧？写的都有，我只是提了个醒。自己想啊，很多情况。假如说他要是传递了，什么都传递给他知识了吗？接受，啊，他接受，他的卦传承，或者呢？他的传递或者是传播啊，接收跟延续，
这内容量是不是都大了？这样的想啊，自己想，一会儿我要提问。人性要想展示出来，他的成就全靠被生方的转化，他的继承，他的表现。咱过去不有句话呢，说的啥呀？30年前，看子和看母，也就是看父敬子。30年后呢，翻过来了，这就是生与被生的关系，很简单。可以打几个省略号，回去之后想想在我的那里。下面开始讲寻商的问题。这一会儿你再过一个小时以后，我正上课了啊。再过等我下了课再说。先挂了。主生法我们要写身考验起。说不劳而获，那都是一反义词了。咱都说善意的，你看得助、受益、成长，得到母爱的一切，也可以说得到被生方的一切。得到被生方。啊，对，得到主生方的一切。如果他要是抢了，他管你给不给的，必须得给我。他要是抢了的，我管你要不要的，必须得了。记住啊，买瓶水啊，操心啊。人家本来是喝饱了、吃饱了，还能加点再吃点。这是一个泄敌好言气，他的任务就是啥呢？容易受伤。容易受伤，容易得病。具体哪个五行，咱们讲了五行嘛，金木水火土，哪一个五行受伤，它对应了身体的状况就会受伤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想把它不叫它受伤咋办呀？还得找生助它的。不想叫它受伤，还得找生助它的。对，这都是那个六爻中的元神。其实呢，我跟他讲过，我们的易经最关键的就是五行，再往下就是五行的转化，阴阳五行的分配，还主要五行的啥呀？主要是五行的力量，以理相实惠。
他身强力壮，他就能够抵得住。壮人，假如他非常壮，喊他两拳，摔得想给他摔跤了，永远摔不趴他了。等他体弱多病的时候，就是老剑客在一那杀剑客，咱敢把他啊，这都啥也把他给打败。所以，他必须的元气十足，才能展现出他隐形的作用。只有背身法收到好处了，他才能传承隐形法的一切的传承，就能得到收益，得到光明，增大了发扬的发挥。这就是收益与受伤，就是根据五行啊，根据五行的含义来定。五行的含义还有一个啥呀？力量，含义还有力量来定七行，这是必然的。这就是刚才讲那个强弱，身法强了，就是刚才我说那个，不管你要不要，就要给你了。还有一个，既不甘情不愿了，这都叫做偏印了，这都讲的太复杂了，就是那意思。只要他强了，他就是一种，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，反正都给你了。啊，你接受不接受是另一个事。如果他不接受，就过去一段了，空有满腹文章理论，没人继承，没人发扬，消失了。这就是无性生背生。好，讨论讨论，先我也去学会了，讨论讨论，先看看都能理解不理解。那你大声点，假如是火生土，这个咋跟你们不是晚了吗？啊，生的火不是都是咸吗？春天的火就是你们，春天什么是晚吗？春天的木先记住，知道晚吗？它生出来的火咸，火不是写的咸吗？春天的木，过去有一句话叫啥呀？家木参天，脱胎要火。春天的木还属于是旱木，现在已经春天了，穿夹绒袄的也有吧，穿毛衣的更有，所以说呢，它还是比较旱的。只是说了，这春天的叫木本身是个旺的，火是个象，这叫那个咱的那个旺象秀秀，旺象秀秀是它的武器的那个。在五个季节的一个情况，要根据特别要讲到腊月的土的时候，腊月的土都知道是啥土呀？冻土，对的，都是冻土。如果把这种，假如说刚才说了，这个老师说了，印是啥呀？是个圈，印是不是圈？他要想旺起来，必须得碰到。问碰到福，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权才有用。虽然他像性了一点，性代表着性代表着劈开木头，啊，把木头给晾晾。咱还不讲过一句话：十木难生火。这就是刚才咱都不说这个了，光说木，一大堆木头，一仓库木头。运不出去，就刚才你说的，咱不说生活了，运不出去，咱们家具厂继续木头，那不生不出来了。咱都不说生活的问题了，啊，
木虽然是生火的，咱讲过三课吧，木能生火，木多火灾，旺火得木，那不越来越炎炎烈火，就是这意思。火也多了很多了，木还有没有了？木都没有了。咱这边还没有讲呢，一会儿咱把这边讲了，要不这两天我都讲错了。咱们最上面有这吧，基本就是五行下三马坎，咱三节课已经讲了，注意看垫子呗啊。木生火是因为木性温暖啊，火阴伏其中，钻木而生火，所以木生火。火生土是因为火灼热，能够燃烧分木啊，成了熬煎的那个。这是它一种含义。这是一段解释啊。土生金，因为金需要隐藏在实力，依靠着山金而生，聚土成山，有山必生石，所以土生金。在那矿石矿上都在山里面。水生木，因为水温润而使树木生长起来，所以水生木。关键看这个啊，谁想照了可以照下来啊，我讲讲这个。先说金，怎么都简单点，我都拿手机了。咱那个已经讲学群里头，咱俩的学员都加入了没有呢？没有加了，一会儿找后边找潘班长。有微信的啊，有微信的才能加的，没有微信的加不了。微信一搜，我这给他一扫进去了。这是现代人学古人的东西，就需要很大的隐身变化。刚才咱讲了生了，来考虑考虑啊，咱刚才讲了生了，金能生啥呀？水。它生的是水，这是一个转换。这是一个传承，一个啥？刚才说了，金如果多了嘞，金太多了，金多水浊嘛，这是想不起来了。金是生水的，金多了很了，水都混了。所以来说呢，母亲太给他的关爱太多，不但小孩们不生气，都灌成个片糖了，咱河南话都把说。
这么多的意思、啊、所以说他们弄茶水都有一种依赖情绪的，都有一种依赖情那个情绪，反而显得懒。成为懒惰了，再往下就是不思进取了。不思进取了，锅罐子破摔了，反正我有那么多的关爱的人，反正家里头有钱，家里头富有，记住啊，人情多了，不管家有钱没有钱，都受老人亲朋好友的关心。他干没有钱了，他三个姑六个姨甚至八个舅都能给他钱，所以说把他都形成这种情况了。随着不思进取了，这都要说看不清自己的发展愿望。那要是水多了，咱们就成为一个金钱，把塑料拿过来放到后边，这都没事了。交给你，搁到你那都装上冰棍。这就是啥呢？这就是子女多，或者是好写的太多。还有一个是啥呢？用个现代名词儿，盗版。用个现代名词盗版。那原著的名声还有没有了？石沉大海了，就没人记得起他了，都记得起盗版的人了，专抄的人了。这不咱这个水多金沉，母爱的光辉，母爱的伟大就已经没有了。这是一个好的解释，坏的解释巡逻了。过去不好说，一颗明星，一个伟大的母亲从此后消失了，这就是精神下去被遗忘，被遗忘了。这个也对啊，所以说都得咱这一学期咱这去都得发动脑子自己考虑考虑啊，这把物理想的好好想想。这是他们一个生的情况，这就是金能生水，金多水多。他的子女强大了，啊，他就可以退休了。咱那过去叫啥呀？望向求求。这是个啥呢？这是个必然的阶段。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。叫阴阳消长，阴阳消长，也就是说阳死阴生，阴死阳生，
就害得我给他画了个带金柱，害得我给他画了个带金柱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就是力量的大小，当令不当令。还回忆起来，咱第一节课，我给恁排的金代表着什么？木，那几个跟它一样的同类五行，还想起来想不起来了？你咱第一节课不也是讲了金？正好你看那个，那个相克了，咱都不说了啊。下面说到强筋了，还是生啊？这还讲生，强筋得水。因为有用之金，他的爱心能够得到发挥，能够得到传承，他的知识能够得到传播，他的思想谋位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承继承，叫一种的能量的转化。强水得金，强金得水，方错其分。都知道我们的母爱，精神是最大的，它都有一种坎坷嘛，或者一种，它的任务主要是保护它的子孙。过去有句话叫啥呀？哪有力道能吃水？哪有利剑能斩成？强筋得水，可记住啊！这个筋就有用了，包括得火，包括强筋得火，方成器皿。筋太多了是个啥呀？顽铁。筋太多是顽铁，筋多必啥呀？必折，也叫筋多被刚嘛，刚了很多都必折了。他太不知道哪是哪了，人家没说了，我满腔的热情用不出来，没有用武之地，一得水把他的锋芒戳了一下，这个时候他能够母爱的性质就能发挥出来，就得到了一个好的一个转化，好的一个传承。这就是我们讲了以后在批八字当中某一五行太旺，某一五行太旺，对另一种五行造成一种威胁的时候，我们要合理的用了它的一个生负来转换一下，叫它得到有用，这就叫一个化解，这就是我们五行的化解。
现在这不紧跟谁的关系啊？紧跟谁的关系算是结完了，明白不明白？先考虑考虑，这是第一次这样的解释，咱以前都没有这样的解释过，就是一带而过，咱理解理解。对，理解的非常好。啊，给你鼓鼓掌，哈哈，理解的非常好。虽多其实这个刚才没给你解释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咱得对照完事了。因为呢，咱这个课程不管是我不嫌不嫌，已经从2006年开始是吧？2006年教学吧，啊，第一次，今年整整十年了。所以说从今年开始，咱要还是我经常说的那个，这一回五行，啥五行啊？自然的五行，要跟宇宙，要跟咱的自然形态要结合，要考虑考虑现代，咱日常生活中的五行经验会出现啥事儿？生了很老是咋回事？生了很老。这不成溺爱了，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那咱批命是不是好批了？一批，假如天文星，日柱是个天文星，又有缺阴，又有破，还有毛，这都叫过忌了。文星跟它相穿了。文星被破了，有一种情况还记不记得？小孩学习可努力，一气学到12点，到一考试，成绩会是个啥样子？想起来了吧？成绩一般，都是这种的组合。一刻刻苦，一刻努力。你说学习方法不对头吧？上的都是补习班，对吧？花了可多钱，干啥了？去学习了。这是讲了一个金，像木还用讲没用了？木还用一点点的分析讲不用，要一讲咱得一学期。别讲了吧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理解啊。好，念念吧，自己念念。像简单的那个小定义，我原来那个讲的定义很多，上一节课、两节课都讲过了。现在分析分析它力量的情况，主客方一般情况下，主客方呢行使的都是啥呀？主客方一般行使的就是权力。这样他才能够管理。还有一种最厉害的，直接叫官职，被刻的就是俩字儿，服众。你都被我坑了，都知道是服众。
看写虽然写的有管理制约，跟我写的把这两者写到一块儿，可是两个概念。这个管制可不一定了啊，这都厉害了，这都要进到叫他们进到哪里头了？强了，强了了，对了，搞强里头了，就不一样了，不听话，不听话。甚至的还有一种哪里要再去，再严重一点的呢？消灭，消灭就是啊，叫它消失的意思。他都真听话，有管不住的时候没有？有。咋样的情况下他管不住？我比他嫩了。他比他嫩了，他为啥比他嫩了？对了，就是贝壳方强势，他会出现这个。但是他强的时候被反抗了，那他也该强啊。这个时候都会僵持不下，两败俱伤。这就是咱的共产党，过去有一句话叫怕死不当共产党，这一句话所有的电影院里头你说话你是不是这个呀？怕死不当共产党，那共产党人那时候都是很厉害的，所以我们要反抗，要强干自己主持政权，这就是地队的经济。所以来说呢，当被各方强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宁死不屈。这就是他强了，他弱了，这形成一种啥呢？这就形成一种反壳，这就是反壳。那主客方不服气呀，那肯定不服气。他虽然打不过人家，他要干啥？他要拭目以待。可记住啊，当大运里头六年里头在形成他有利的情况下，报仇的机会可来了。他再一打击就是致命的。这个我今这样的讲解讲了以后，让批发这的时候都好批了，心里都有个数。过去不就把一而再再而三，这就啥了？这就叫做一次收支，二次收支，三次收支，多支重刻一支，这一支基本上没有，如果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，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了，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。所以说这就是这叫弱无性，这叫弱无性，三次受强有力的制度，就是灭亡，就是灭亡。我第一次从外边回来，我都跟他说过，我找自己脸上扇过一巴掌，就是财星收支，财星收支的话没有给你赚出来，找自己脸上一巴掌扇过去之后，最后呢又有很多同行，很多包括那些下一类的考试的，拿着好几个网上的八字，我一看批完之后，我就直接都抄他们了。我就说没事找事的，活人不看死人的卦。这个句话还有一句含义是啥呢？就是这个人快要走了，这不都受伤的太严重了，已经在医院里奄奄一息了，治不好了，咱都不看了。不但不看，反而还不能收费，反而还不能收费。就是这个意思。
祸刃不堪，死的那个，这就是祸刃不还，死人钱。这叫阴阳两隔离，咱们讲了阴阳五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弱强弱，这力量不都分出来了？这个三尺手指分不分住客房？分不分住房和？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。住房和北房。这是一个问吧？假如说了天文星，本身出现了又有害，害是个啥呀？寿。这边还有个啥呢？还有个贵。本身咱举个例子，还有个恶。这已经这个文星已经不很薄了，但是呢大运再走到大运六年再走到寿运或者是岁了，还有他的过程没有了，出来会走就没有他的过程了。我这里直接用了一张经的形式啊，要用八字的形式讲解会很好讲解。咱用五行讲解吧，四，这边有啥的？有海，子丑，三会东方西北方水，北方水局，它的火已经不很旺了。但是呢，六年又出现一个，哎，一冲就没有了。这个时候，假如要出现破的情况下，破是啥呀？猫。或者碰见全的情况下，有治了有救了没有？听明白了没有？这都叫啥呢？调理病人，调理家庭百月的情况下，在这个方位用什么样的五行去转化这个能量，使它能够有生机，把它的一线生机给它找出来，叫它能够成活，能够发扬光大。还有呢，台湾人叫啥叫配吉，他们那个才厉害的啊，咱不考虑那个啊。所以说咱得用咱学的阴阳五行自然的方式去自然的办理。我从学易经到现在一直都用了五行转化的形式化解了，非常快，非常有效。方位我上一节课头一节课都跟他讲了吧，三样的地方是三方位，三样的色彩，想起来想不起来？对了，这都可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你敢给他挂红色的紫色的不敢呀？这没有这样的情况下不敢吧？这都形成啥了？对抗，对抗过了有啥后果呀？这原来不老经过的事，千里一千，自寻八百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叫两败俱伤，只有转化它的能量，也叫倒泻它的能量。咱命书上一句话叫啥呢？欲知其人贵，命带官星有理会，叫它的官星、声音、音星在生身。这是用的那个术语，用五行解释，就是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就是自己。解决问题了，通关。所以通关很重要，通关很重要。这中间找个说客的，这个说客的得有力量没有？假如说不合聚，你假如说有，举个例子，这有一个秤。车里头有木头没有啊？有。有，假如胃里头有木头没有啊？胃里有木头。他跟他们碰到一起，反而是水滴，尘跟碰到的水滴会更大。啊，这里头木头直接飘起来了，根本都不管用了。这里头的胃土猛一听跟灶土一样的，还灶不着了，它也成沙土了。这就是说那个水土啊，金尘，也可以说成为泥沙了。你再看看有没有力量，有没有那个能力，就跟在那个燕子世家啥燕子出使列国一样的，他得有那个能力打那个水客不能。诸葛亮先使三寸不烂之舌，把东吴说动了，咱能说动啊？动了他不还要杀他了？你说这个他有这个能力了，
还处处要杀他，他自己的危机四伏，所以他借完东风赶快走。等他们去抓他的时候已经到江中心了。这就是孟约。这一回说这个转化能量，这一回可记清了吧，化解。所以说呢，化解的法在哪呢？化解法是咱自己的，这又说到咱自己的养生问题了。自己的修复还是自己，吃那么多药都是白搭，激发自己的潜能还是最好的。这就是他们讲的，有没有药呀，有没有病啊，八字里头看看你的药是不是好药。比拼就是力量的比拼，可记住啊。咱已经到下课的点了，现在我再教大家再复习一下。再复习一遍啊，自己给我说，我不坑了啊，自己给我说，我往上写。木头都有哪几种？阴猫，三个，这一回都用上了，现在都咱们自己都想。夜猫神，三回东方不惧，海猫尾，半三个海猫。毛尾，这个不，咱的一张经没有天干之合，地支的合，虽然还没有讲到嘞。谁跟谁合木呀？地支？月亮一块，中，这都。他们是合木的，这就是木。方位呢？东方。对了，都准备都等着要这个青龙了。有了尖尖墙上专门垒了一条龙，四兽二十八星宿里头的四八龙。它的色彩呢？这其中完全可以把木绑起来，使它强之又强。等会儿我讲到这个情况下，我会一点一点的给他讲。咱现在只是简单的理解，简单的记忆，知道他们是这一半的。往方位上走，看见了没有？咱可以用咱的八卦方位上走啊。方位，下面呢，自己这都是作业了啊，自己按照这个情况，把它这四种五行写出来，下一节课一上课就开始。学员自己点几个学员往上念念，不叫写了，念念。好，下课吧。